咱就要做一个炸糖糕，要300克面粉，180克开水汤面，面给它稍微凉凉，给它揉成面团。这都可以，给它揉光滑的面团，搁留10分钟。做糖糕下要一勺白糖，加一小勺黑芝麻，加两小勺面粉，给它搅拌均匀。桌子撒的擀面粉，把醒好的面它扒出来，给它揉揉搓成下。给它下大小均匀的面筋，给这小面筋给它揉圆，放在一边摆着。拿小面筋像这样给它捏窝窝，里头再包着白糖下来，撑到这窝窝里。想找着给它收口，捏着些，再给它团团，给它按扁，这都可以，放到一边摆着。锅里倒点油，油热了，给这糖糕下进去，肯薄着些，防止它火低。像这两面金黄都出锅了，这糖糕都造好了，撕开大家看看，黑芝麻糊，热，我先尝尝，外酥里软，吃着可甜又香，你吃点来乖，好吃。